惩教署枪王参赛学识教女。电影枪王入面哥哥好酷噶，不过现实世界枪王就平易近人得多啊。请 Sir 是惩教署枪王，另一年因为工作需要先接触枪械，慢慢爱上射击运动。即系几忙我嘅，其实如果你好投入去玩嘅话咧，咁其实同一时间你可以抛开一啲平时一啲生活嘅烦嚣啊，都感觉系唔错嘅。唔好以为佢系天生射击好手，唔单止考教官牌肥咗三次，咁早期参赛都成日输，雄心壮志咁去啦。点知都系食柠檬，因为实在太过计较嗰个得失啦。输得多反而释放低包袱，咁之后喺本地同海外比赛成日攞冠军，包括两夺香港警用手枪射击公开赛冠军。如果唔系有一年要升职受训，可能已经成为三冠枪王噶啦。玩枪更加令佢学识点教女。咁我嘅一般服务咪 focus 落去嘅成绩，你要点点点，你要将来有咩成就，但似乎就忽略咗嗰个过程。其实我都叫佢尽力嘅啫，有好多时当考试咁计咧。即係我盡咗全力去做，夠㗎啦。